大家好，我是包希乐 Joy Berg， 直击中华女篮史上最长腿混血正妹。大家好，我是包希乐 Joy Berg， 我来台湾打篮球，希望可以帮我们打好成绩。我可以不知道你的名和姓，中华女篮出现有史以来最长腿正妹196公分的包希乐。24岁的她美台混血，还是台湾出生。12岁的时候回美国念书，去年从亚利桑那州大学毕业后，到丹麦职篮打球。今年代表中华女篮参加琼斯杯与8月的武汉亚锦赛。我昨天去淡水那里的时候，哇，台湾真的很美。教练称赞包希乐球技超好，会攻也会守，是中华女篮天上掉下来的礼物。我很高兴回来台湾，我很喜欢我的教练、我的队友，我们一起打球都很快乐。高兴啊，我有这个真的。我很高兴来到这里，想的就是风景，风景很好。懂新闻，我真的很爱台湾。报道，向苹果爆料最有力，照片1000元，影片2000元，奖金送给你，我再捐款，每周点阅数最高前3名就送你 iPhone 6手机，人人都是记者，爆料一举数得，爆料请打电话或 APP 电邮等各种方式。